你怎么穿个牛仔裤就出来了？谁给你权利让你穿牛仔裤？龙妈妈，我错了，龙妈妈，我骗你的，我跟你讲实话，我真的是骗你的。我们家骗我什么？我们家没有。说呀，大家有那个频道票的走走频道票啊！他又要打我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每次我开的第一次的时候都会输给他。没有，我家大哥都不在，我不骗你。真的，你们轻一点，真的，你们轻一点打我，我就是来看一下我葫芦妈妈，没有别的意思。真的，我们家大哥都不在，布鲁斯哥不在，大神哥不在，对吧？都不在。我们家也没有人啊。不，我们家有人，我们家人呢？我们家有人吗？有人扣一啊，让我看看你们。扣啊。让我看看你们热情的双。双手，谢谢我疯子哥哥。他认真了，一百秒他认真了，亲爱的们，给我们家那个大哥们减少一下压力好不好？杨家将的兄弟们，研究了一个新的伊斯玛的姿势，来呀、然后。过一下战团任务好吗？哇，每次第一把都会输啊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个历史就不能改变吗？哇塞，谢谢我田野哥哥。干他，干他，捞他，打他，咒他，杀他，灭他，打死他，是不是一个臭皮特就？不是一个丘比特就能赢的时候了。是的，小峰哥哥，是一组1314频道票就能赢了，把小田野哥哥抱上来卡王了，打死你，要你飘，打死你。那个田野哥哥，我待会给你来一个那个特别销魂的医治嘛。你打呀，你现在打呀。我不能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他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。那个哥哥，你不要看那个动画片了，9531走一走，让你看成人电影。接下来我就要看你谁当不利子，怎么样？现在你谁当？我给你看两个字，我的最佳的才艺，两个字叫滚刀。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不可以，这个真不可以。完了。不是。谢谢疯子哥哥。不是疯子哥哥，慢了。把疯子哥抱上来，疯子哥哥呢？谢疯子哥哥，谢疯子哥哥，来来来。确实，他们确实是偷打偷慢了，你看，看了。不是，太慢了。真的是偷慢了。来吧，你说吧，愿赌服输。把疯子哥哥抱上来，我给疯子哥哥卡个马甲。疯子哥，你跟我说句话。你好，咱们喊一下，咖啡爸爸你好。咖
看你咖啡，爸爸，霸气爸爸，霸气爸爸，文爸爸，文爸，鬼魅爸爸，爸，不搭爸爸，爸，不死爷爷，爷爷，那没有关系。